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1月19号，星期五啊。其实今年年初的时候啊，想录一个视频，就是总结一下呢，这个去年2023年美国大裁员啊，非常惨烈的大裁员。当然，主要呢集中在呢这个高科技行业，当然这个还有呢一些就是金融行业，也这个非常惨，银行啊，这个大裁员，然后美国的高科技公司呢大裁员。那而且这种裁员呢对美国伤害非常大，因为这种裁员呢虽然看起来人数不是很多啊，他们的这个从业人数你肯定你不能跟服务业去比，对不对？你服务业端盘子那肯定比他们人数多多了，但是呢他们都是这种高薪阶层啊，而且呢他们就是说金字塔顶端啊，从这儿开始如果裁员的话，这个是一点一点的就会传递下去，你懂我意思吗？但是呢我后来我就想了，就算了，我放弃了，没有录。为什么？因为不想让人说好像是这个抹黑美国呀，唱空美国经济啊，你知道吗？啊，所以就算了。但是呢今天真的爆发了一个惨剧，让我们不得呢不说说这个事儿啊。首先来讲，科技行业2023年啊经历了大规模裁员潮，26万人失去工作机会。那么2024年也没有完啊，一直把这个裁员潮一直从2023年一直延续到2024年。2024年年初啊，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平均每天有410个人失业，啊，我说的这都是高科技行业，它并不代表低端的工作啊，都是高科技高收入人群啊。那数据显示呢，现在裁员最多的就是 Google 啊 ，Google 裁员情况是最严重的啊。2023年的1月20号，就光一天就裁员了1.2万人啊。亚马逊呢，在2023年。就是说是2023年 Google 裁员最多，然后亚马逊的2023年经历了3波裁员，共裁掉了17180人，加上2022年的裁员人数啊，超过了2.7万人被这个Amazon 的这个裁员掉。那么这是2023年，再看今年啊，今年截止到1月19号，2024年呢已有58家科技企业高科技企业宣布裁员，7785人遭解雇。啊，所以2024年啊，仅仅几天时间内 ，Google 就裁员1000人 ，Discord 裁员了17%的员工，游戏引擎 Unity 呢裁员1/4，25%，YouTube 裁掉100人 ，Instagram 也裁掉60人。啊，这个呢还都是这个高科技行业。据我所知呢，花旗银行是裁掉10%，每10个人里面裁一个，10%员工呢全部这个裁掉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爆发了一个这个悲剧，一个惨剧啊。在今天的消息啊，硅谷高级住宅区啊发生命案， Google 的工程师，一对的工程师夫妻，他们都是在这个 Google 工作的，都是这个高级工程师啊，收入非常高的啊。34岁的陈立仁和32岁的呢于炫仪啊，两个人呢就在自己家里呢，就是陈氏家中啊。那警方调查之后呢，认为呢应该是她丈夫陈某先枪杀了妻子于某，之后呢再自杀，再把自己宰了啊。那于某呢，这个非常的这个可惜啊，两个位都是这个高科技人才啊。他的这个妻子于某啊，这个女的啊，她曾是2014年吉林省松原市理科高考状元，当年呢高考750分满分的情况之下，她考了702分。啊，是这个高考状元啊，考入了清华大学，后来呢去美国深造，并且留在美国呢这个找到工作，并且定居下来。那她丈夫陈某呢，比她大2岁啊，34岁，她32岁，两个人啊是2018年毕业于呢清华大学，获得了电子工程这个学位。2018到2019年，在美国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大学获得计算机科学呢硕士学位。2020年3月呢加入了这个 Google， 担任的软件工程师。于某呢是201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获得电子信息工程学位，啊，他俩呢都是清华大学毕业的，都是2018年从清华大学毕业的，然后呢都是在2018到2019年在美国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大学呢这个攻读呢计算机这个科学的，就是 computer science 的这个硕士学位，所以他俩应该可能在清华就认识，然后到这儿又是这个同学，可能都是校友，然后到最后呢俩人就谈恋爱，然后结婚啊。然后呢他的这个老婆呢，他老公呢是2020年3月直接加入 Google 了，他的老婆呢是毕业之后呢现在 Amazon 实习，随后呢加入 Amazon 工作，到了2021年6月的时候呢也加入了这个 Google， 比他呢晚了这么1年左右的时间啊。那现在有传闻呢，两个人因为裁员问题发生争执，最终呢酿成了这个悲剧啊。他们这种呢就是说属于高科技人才吧，收入呢比较高。但是一旦被裁员了之后呢，也会比较惨。为什么呢？他在这个时候的工作呢，可能几十万美元一年的年薪啊，被裁员了之后呢，你再找工作可能就还剩几万美元，如果不能在高科技公司找到的话。而现在呢，就是美国经济也是这个惨不忍睹。你像去年26万人失去工作啊，那所以现在高科技公司呢，只要被裁员，正想找就很难找。
应该要找其他的。然后他们可能呢还面临到一个问题啊，我猜可能是啊，因为他们是2018年、2019年的这个毕业的，然后呢这男的是2020年3月呢加入 Google， 这女的是2021年才加入。那在两三年的时间来讲呢，我觉得他们如果申请这个 H1B 啊，转绿卡呀、啊、什么的，我估计他们可能做不完。我估计很可能是做不完，做不完的话呢，就导致他们如果被裁员的话呢，可能这个身份就出问题。不能，你要尽快被裁员之后要尽快找到下一个工作把它接过来。但有的时候他那个时间给你太短，根本来不及，知道吗？来不及找工作。我以前说过，就是说我是这个我2009年到美国的，到美国之后在教会里就是遇到一个人，他呢就面临这么一个情况，什么情况呢？他也是那个哥伦比亚毕业出来的，哥伦比亚毕业出来之后呢，然后是这个好像学经济这方面的，然后呢都去申请，当时呢就是申请这个美国大银行嘛。然后呢，他的几个同学都进了雷曼当时这个美国大银行嘛，非常著名的大银行。然后呢，他呢也去申请，结果呢，人家呢被录取了，他呢没有被录取，被淘汰掉了。所以呢，他当时是非常的这个羞愧啊，是气愤加羞愧，觉得自己呢没有被录取，非常的羞愧。然后找到另外一家公司，就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啊，觉得自己呢其实而且工资呢比人家也低。这个没办法，美国这个大公司和普通的小公司之间的这个薪资差距有时候能差，当然他们这种就是说金融行业吧，还没有差那么多，但是基本上也要差三分之一的收入，就一进去就跟人差三分之一，非常的这个难受啊，这个意难平啊。结果呢，哎，毕业了刚没有一两年，雷曼公司倒闭之后，因为他们刚进去嘛，马上就被这个裁掉了，裁掉了之后呢，那直接就身份就难以为继，那最后很快就回国了，可能就半年一年就回国了。就他那家小公司了吧，不知道为什么倒没裁员，扛住了，没有大问题，把他扛住了，扛住了他没走了，所以他到最后呢，他现在留在美国了啊，但是最后他也是这个，反正最后当时没有裁掉，让导致他能留下来，但是最后呢，就是说这个还是这个不行，申请不下来。申请不下来呢，最后呢，当然她又嫁她老公也是这个，最后呢，她老公就是去了一个还比较好的公司，是真正能够办绿卡的，然后呢，他们就都走了啊，都走，反正后来又意难平什么呢？她特别喜欢纽约，非常非常喜欢纽约，纽约比较热闹嘛，然后她老公找到那个工作呢，去了一个就是特别荒凉的一个地方。但是没办法，也是因为身份嘛，要办这身份没办法了，就只好就过去了，就反正这个，所以呢，人生呢，反正也是不好说，有的时候，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依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呢，说到这个惨剧，说到这些事儿，就觉得大家呢要怎么说呢？我觉得要有一个信念啊，所以呢，这个人呢，教会认识的，他虽然也有一定的这个挫折和困苦，但是有这个信仰做支撑，所以他呢还挺过来了。所以呢，我就在这说，就是说这一两年呢，美国经济不是很好，从去年到今年开始，大量的人呢这个被这个裁员啊，其实不管是银行啊，还是高科技公司啊，那还有很多呢都是咱们这个华人啊，那而且华人呢，尤其中国留学生的话呢，还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说被裁员了之后。本来你被裁员了之后，你再去找份工作，或者你就慢慢的你再怎么着的，对不对？但是由于是在美国，它又涉及到一个就是说身份的问题啊，身份难以为继，所以我就呼吁呢，我们的留学生们，要坚强，心里要坚强。你看两个人都是学习很好，但是最后呢，就是说内心不够强大，你知道吗？就是面对这种问题，是一个人生一个小的波澜嘛，没有必要走到这种地步去，对不对？而且就算回国又怎么样？回国也不见得发展就一定不好，对吧？有很多，你像这个什么这个中国合伙人的话，他就回国之后发了呢，跟着俞敏洪，对不对？他要不回国，在这儿才挣几块钱呀，对不对？能跟国内不能比的，对吧？所以呢，我就是在这说呢，就是说可能今年又是一个我觉得经济寒冬啊，非常的糟糕。我今年年初我刚刚看到这个美联储好像去年亏了1000多亿美元，而美联储快扛不住了。然后现在呢，这个通膨呢还没有完全打下来，但是美联储可能已经说搞不好就开始先降息了，通膨降不下来也先降息。然后红海那边闹成这样子，后面可能这个美联储再一降息的话，这个通货膨胀可能就又要上去，那可能会给经济造成进一步的这种伤害啊。所以呢，我想呢，今年这个裁员，美国这边的裁员恐怕这才只是刚刚开始，后面恐怕还要。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惨剧之后会不会让美国的高科技公司就是意识到自己不能这么搞。
你要这个裁的慢一点，裁的人少一点。我不知道这个惨剧会不会让，因为公司也害怕嘛，出这种事情，就他很难堪啊。Google 公司出这种事情非常难堪啊，我不知道能不能就是说他们两个的这种惨剧，然后导致呢这种科技公司在裁员的时候呢稍微有所收敛啊，不裁的这么猛这么快啊。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呢不管怎么着吧，我想完全不裁是不可能的。现在目前这经济状况啊，后面可能肯定会进一步的去裁员，而且呢你要明白现在是这个金字塔顶尖在裁员，那么慢慢陆陆续续的就会传递到下边来。所以呢就即使你可能说，哎，说没关系啊，我不是在高科技公司，我也不是在顶尖的那几个大银行花旗啊什么的，对不对？但是你也保不齐最后也是谁都不好说。刚刚我讲那故事不也是吗？人生起起伏伏的都会有这个有挫折呀，有低谷啊。我觉得呢希望小伙伴们呢还是要这个坚强，要相信自己，然后呢不要觉得好像一定觉得好像在美国混不下去了，一定要回中国了，就觉得好像天都塌了，你知道吗？简直就没法理解没法接受，然后不能够这就觉得活都活不下去了，日子没法过了，活不了了啊。真的是不至于的啊！就最后退一千步说啊，你最后实在不行，就哪怕真的就是不行了，从美国退回去，退到中国去了，也不见得怎么样，没准成许家印，没准成马云呢，对不对？没准成张朝阳呢，对，这怎么好说呢？你就是说要相信自己，然后呢，要这个要坚强，心理内心呢要强大，好吧？那这期讲到这里吧，谢谢大家。